因为我觉得参加肖邦比赛是我很小的时候的一个梦想，然后我为此我已经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我本身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作曲家就是肖邦，然后我觉得弹奏肖邦的音乐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，非常享受，也可以忘掉生活中所有的烦恼，所以说我会想来到华沙去参加这次比赛，把我所理解的肖邦带给华沙的听众们。